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黑衣侦探。今天福学院林可池的次日流水数据终于是出炉了，如视频所示，这第二天的涨势，各国家地区排名的话，目前是在全球35个国家及地区中排名前10人气四大区里，国内依旧是被王者荣耀强压一头，目前排在第二，身后则是紧咬着的逆水寒，美服的话经过一天的搏杀，目前是排在第5，日服的话则跟昨天一样，依旧稳压 FateGo 赛马娘，第一的位置无人撼动，韩服的话排名是有所下降，目前是来到了第4位。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卡池超某音数据了，可以看到本期的复原池是在前天下午4点正式超越某音，而在今日凌晨1点正式掉落某音，那持续时间合计大约就是33个小时啊，这真的是有点出乎老黑的意料啊，原本大家不都估摸着最差也会有36个小时吗？持平罗刹任这33个小时的数据岂不是崩铁开池以来最差的超某音时长？老黑是真没想到，开池前被 N 多大佬玩家狂吹特吹，号称比肩原神钟离的浮玄浮太仆，最终却沦落到史上最低的地步。可能这就是辅助类角色的命运吧。其实不光崩铁，你看就连隔壁的大卷原神不亦是如此吗？毕竟辅助类角色强度见效慢嘛，不像输出类角色，满经满命安排上，赏心悦目的伤害大数字立马显现。就例如隔壁当年的小砂糖万叶、小芭芭拉新海，不都是在 N 个版本后才登顶深渊的吗？你看就连往期的全能奶妈罗刹，在混沌回忆中即便有近乎100%的使用率，不也就超某音36小时吗？所以这浮玄抽的少不代表人家强度低啊，时间最终会说明一切的。那不知道各位老哥，你们本期都捞到浮玄没？都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欢迎一起来讨论哈。